这也无所谓，发达了。哇，加亮的鼻孔，刚洗完澡。刚刚哦，一起洗。房子不要乱问问题。另外一个，因为还是没有穿衣服，所以不方便。我们两个人都没在家里都没有不穿衣服。可是大家想看，让他穿一下衣服。我总在家里戴帽子。对啊，你的头发。刚洗完了，还是湿的呢。加亮，你们什么时候婚礼啊？还没吧，没那么快啊。疫情也没办法。哎，对。我现在办，有人敢来吗？你可以办。你可以直播婚礼，线上婚礼。哎、欸，嘉良，你们是在客厅吗？还是在房间？客厅啊。餐桌上。你在林口吗？突然、欸。你为什么？你要把全部地址讲出来算了。因为我家住新店啊，怕。新店这么大，林口这么大，为什么人数一直在4738？4078吧。我是4738，哇塞！哇，你那边为什么人数那么高？你多了700多个好兄弟在看，电锅好可怕，我也是直播。燕君哥，我们越播越觉得一直在冒冷汗。为什么家人在 pose？ 我们家人都在那摆帅，好不好？我不是摆帅，我是脸上有擦那个痘痘药膏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还年轻，你没了，你只剩那个斑，老人斑。你不懂我们年轻人的痛，那个烦恼。你再这样，我就让你有十班了。燕君哥有老痰。老痰？什么老痰？少年不会老。我去拿年轻人要喝的可乐。你还要喝的可乐？好快！你有喝可乐？王家良，你敢吗？我超高热量。家良真的超节制的哎。好怀念练习哦，好怀念帮你们剪铁饼哦。是哦，那当初谁在那边在抱怨呢？在抱怨？没有抱怨，谁在抱怨？因为我从来都不剪饼，没有，因为我是一个老人，让老人自己去剪饼的。老人鱼饼。剪球的时候，建军哥拿着那个扫球机说：“哎、欸，尊重一下打扫人，好不好？”铁饼啊，丢个几次我就知道我应该上不了场了。没，其实只有你，真的只有你，我们大家都会进步。嘉良哥那个小曹丢的那个距离啊，那个不是我练一两天就能够追得上，那我就很认命，我就去捡饼了。那跨栏呢？就会远。跨栏。跨栏是拉到，没办法。跳高呢？跳高！我是队里身高倒数第二矮的，我还跳这么高。哎、欸，这样又停就可以啊。又停几岁？你老哥我几岁？我可以退啊，然后你找人。我也可以退啊，谁坏了？那我退好了。结果燕君哥一退，我们完全没有找本事继续聊，我们单纯是想把他逼出去了。只是玩。好缺德啊你们！哎、欸、嫂子跟打招呼一下，因为好像没有。上面没有看过你本人呢。哦，是吗？对啊。是哦。还没对。对。当下很。会不会就没机会看到？你要这样说。对啊。No。欸